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，我是陈廷宇。禽流感从年初爆发至今，经过了夏天的高温，但高病原性的病毒却没有消失，持续有疫情传出，让不少人很担心今年秋冬的状况到底会怎么样。监察院八月份才针对了中央和地方的防疫单位提出了纠正，而八月底九月初南部就立刻传出了疫情，而且这一次遭到扑杀的是以往比较少发病的鸭只。产业界表示，鸭子不是没有问题，只是死亡率不像鹅那么高，而通报的状况也比较少。不过这反而会成为防疫上的大问题，因为鸭子一直被认为有保毒作用，如果鸭只带源但是没有发病，就很可能成为病毒的散播者，也会成为防疫体系的最大考验。台湾在上半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禽流感疫情，九个月的时间，防疫工作真的有改善了吗？来看看我们的报道。禽流感疫情延烧九个月，从未中断。夏天没有候鸟了，还是一样爆发啊，所以现在应该是空气中里面都很多的菌。扑杀超过500万只家禽，病毒持续肆虐，防疫出现大问题。全台湾到底有多少是没有新闻党登记的还在养？富养路迢迢，农民生计怎么办？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禽流感重创台湾鹅农。一月份疫情爆发以来，到了九月，多数的鹅舍还是空空如也。没有小鹅，啊，现在订不到小鹅，要护养的话，没有小鹅也没有办法。嗯，那现在还要等多久？嗯，我有跟那个接触，差不多一个月。你看外面长草都长了。等到十月份，眼看着又要进入秋冬，禽流感的高峰期，农民要承受比往年更高的风险。啊，现在报纸又在报了，所以说，也没有信心了，会进，试试看呐，啊，不然没有头路。迟迟无法复养，农民的收入和工作空窗期超过半年。令人忧心的是，在高温夏季期间，高病原性禽流感并未中断。南部在连续大雨、气温略降之后，八月底九月初接连爆发疫情。是美国它最后一个 outbreak 是6月17号，那这个我们事实上我们是亚热带，我们应该是温度上面比它热，传播链没有断，就英文叫 transmission 的这个 chain 没有断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你其实是断了。可是呢，你有一些地方可能没清干净，然后又开始散播，这也有可能。这九个月的时间，政府的防疫工作到位了吗？异常死亡的时候，或者是刚刚讲产蛋率异常的产蛋率下降，或者是饮水摄食，发生的时候，你就要请我们动物防疫机关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防疫机关提出症候群监测，却没有施行机制。农民有没有意愿或义务通报将是一大问题。以红面番鸭来讲，其实应该是一直持续都有发生，比如说它发生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人看到这种护养的程序这么的漫长，护养的程序那么的严苛，很多人就尽量都是不报，掩盖不住了，那就只知道报。流行病学专家建议，科技部应该加入监测体系，将各项侦测数据电子化，才能在疫情爆发之前掌握防疫先机。下单率下降，那我就每一个厂都要登回报。那我当然中间就是要兽医师去做这件事情，训练兽医师去做这件事情。因为禽场的主人可以回报，可是兽医师可以做核检，很多道的防火墙，然后来验证
哦，这是不是流行？比如说有两三个数据都发现这个超过预常值，那我们就知道是流行。另一方面，相关单位针对禽场进行主动监测，落实与否也是一大关键。听说在去年十一二月份的时候就有听说了啦。一开始就是大家也不知道这是禽流感，只是说不好养。去年来讲，我十二月三十号在红点局提出来说对鸭子有事情，其实当时问所有的防治所，因为他底下有十几个防治所的人员，局长一问，底下人都说没事嘛，但是为什么不到十天，全台湾就嘣嘣嘣嘣就都出来了？监察院在八月份对农委会和云林等四个县市政府提出纠正。地方的防治所，后来我们看资料，他都有做，可是做出来的结果都是没有异常，所以这当中显然是有隐匿的问题。好，那到底是谁去匿报或者是隐匿不报呢？来来来来来了，好棒哦！进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哦哦，后面的赶快赶快赶快！后边上好算你知无？后边叫袂到那个翅膀，安尼一直开一直开，但无代志，没事没事，好解散解散解散，没事没事。就算防疫机关落实主动监测，也只能抽查到这些有畜牧登记的农场，却依旧规范不到养殖黑户。偷偷我饲的无人知啊！哎呀，我今仔日呐。我今天在边那个屋，搁用一块地，我哪能卖给你讲？我偷偷饲，啊，那块地是平常没有人会到的地方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政府也不知道啊。全台湾到底有多少是没有畜牧场登记的还在养？为什么他们还在养？因为他的土地发取得有困难，而且这个现象不是一点点，是很多。我个人认为你不妨。你站在管理的角度，你就让他们去办饲养登记证。为了生计，禽农还是顶着禽流感的高风险，朝富养之路前进。他写一张纸的逼，他挂阿婆话，现在第二东西是我们要带回去。哦好，安尼我等免叫人来遐度啊，免叫人来收啊。进入复养程序的鹅农，在场地完成消毒检验合格之后，才能进入第二阶段饲养哨兵鸡。三周之后，防治所人员逐只进行抽血、裁剪喉头、泄殖腔、内脏等项目。之后，我们发公文啊，你啊拢过了之后，检验合格之后，多久？差不多预计要一个月。禽流感爆发半年之后，才开始有第一批鹅农进行复养。是小鹅就250块，从小养到大，饲料钱大概350块，这就500块嘛哈，500块加上我们的瓦斯、水费、电费，加上中间的损失，加上现在因为禽流感的问题，成本相对增加很高，所以那一只鹅的成本应该带底诶，干要600块啦，一只呐赚有40块就好。农委会规定，案例场复养必须养在非开放式空间。农民实际饲养后发现不少问题。这间禽场原先室外能养到2000只鹅，现在只能养500只。像这个雨天这样子连续下一个礼拜，里面都这么潮湿，它们不生病也很难呢。养到现在45天，那个地板呐、已经没办法忍耐了，已经没办法承受了，潮湿度。后面还有40天，那他们只是会越吃越多，越拉越多。鹅只排出的粪便因为缺乏阳光曝晒，无法清扫，只能以稻草不断的覆盖。农民担心到了70天的育肥期，饲养会是一大难题。我希望政府可以请专家来养1坪4只，不是高床，1坪4只就好，然后不要养那个20只50只，请他养500只。房检局坚持这项政策可以隔绝野鸟和家禽的接触。如果是空气中过来的，我们就是防不胜防了。所以，那个房检局长有说啊，
这非开放式，我问他，那非开放式走了去，我们就不会中吗？他说我没有保证不会中啦，只是比较不会中啦。所以我们钱花了100万下去，只是比较不会中哦。推出来的政策，你必须能够解决食物上所可能产生的问题。好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很多的这个养禽户，实际上他那个产地也不是自己的哈，那也涉及到相关的补助啊。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说假设病毒你没有杀死它，将来在里面扩散，密闭的空间更可怕等等。房检局一开始要求禽场一律建制非开放式禽舍，政策一出立即引来产业界的抗议，几经折冲之后放宽了非案例场的条件。在育雏期的时候还有它的饲料的喂饲区都在这个非开放式的禽舍，那其他的部分它就用强化它的这个生物安全来替代，就觉得很好笑啊！一国两制啊，为什么安利厂不能这么做？我安利厂既然合格了，我的哨兵机都过了，表示说我里面也没菌了嘛。一公里外那一场非安利厂啊，那他如果中了，我不会中吗？或是我中了，他不会中吗？从这波疫情爆发到后续的复养程序，产业界认为政府施行的政策可能适得其反。任何政府的措施你必须考虑到人性，因为这是人民的身家财产，他发生了疫病以后或发生了意外以后，他绝对会去考量怎样对他最有利。以目前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措施，就是说你案例场以后一定要建非开放式的禽舍，以后你将来才能够复养。我敢讲90%的农民不会报，绝对不会报。来，他要起锅了。八个月没工作，以前的副业现在成了唯一的收入来源。他赚钱没多好，他赚罗马当闺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老板，谢谢。第一次。陈胜富一家两代人都靠养鹅为生。农民要问的是，政府的政策扑杀了家禽，却阻绝不了病毒。扑杀完之后，看起来是安全的。表面上是安全的，那实际上大环境里面有没有病毒，没有人可以保证。确保说这个政策有作用，你必须去监测说所有的物种都是没有保留的，这样才有意义嘛。这个目前是没有办法，不过根据其他国家的所有的监测的结果，他们都是先在野鸟上面有，或者候鸟上面有，这个未来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去做监测。房检局对疫情的推测和判断，监察委员认为相当不科学。那个这个新的病毒株出现了，它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进来的，或者是说整个的防疫措施怎么去根绝这些病毒株，始终没有找出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。我想等冬天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整个的一个警觉性或者是防疫机制彻底检讨是有必要的。长期研究流行病学的金传春指出，台湾发生禽流感这么多年，却忽视动物流行病学的研究。一旦疫情发生，不知道病毒从何而来，如何做出防疫决策？那鸟种就是说这个鸟种，然后换另外一个鸟种在接力赛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没有做研究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可惜。你看台湾从2003年到2004年就流行禽流感，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的眼光我们不够远。产业界强烈建议农委会应该针对这波疫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虽然都是水禽，但是它对每个物种它的感染的情况不大一样。为什么鹅会死那么多，
啊，为什么其他的家庭不会死那么多？哦，那应该有它的很特殊的感染机制，或是它的免疫机制，哦，应该要好好去调查。就有一只在打架啦，去打什么架？打什么架？还跟我打架？哦，太潮湿了，我又要来铺稻草了。每天铺稻草，铺到都快疯掉了，还要再去摸索，要去新的方法。那第一次养，我也不知道这样子养起来会怎样，目前看起来就很不 OK 啊。防疫网漏洞百出，复养政策不切实际，赖以为生的农民情何以堪？农委会强调，他们在全台候鸟聚集的地方设置了100多个监测站。而面对秋冬禽流感的高峰期，这些监测站是否能够发挥作用？独立特派员会持续为您观察。现在休息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